你快28了，大学才毕业，你真是中华奇女子。叫什么呀？赛小花。我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就像老干妈。大美，我一定会把你宠得无法无天，宠得全世界其他男人都受不了你的坏脾气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我心都快跳出来了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呀？卖身创业呀！你们也太没底线了！为什么你们都在笑我？需要亲吻吗？我决定了，我一定要瘦成一道闪电。都说我强张曼玉，我呸！那我是得叫你爸呀，还是叫你那副老爷子？不许笑！